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要唱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这首歌叫做一位我很喜欢的歌手叫陈建编带来这一首阿美族的想念，献给大家。有个活泼热情的阿美族朋友，生活充满乐趣，喜欢打猎和下海捕鱼，料理山珍海味他最爱吃，每个他都跟汗水了，他都跟汗水了，阿米斯朋友会准备好吃的料理招待给好朋友，煮的炒的煎的或炸的样样都是好滋味，吃过了以后你就会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好吃的东西有哈哈福丁、迪沙西、迪沙沙拉跟巴菲哈的波拉包，西边的哈兰塔古拉、飞鼠、恩迪达，成人的歌闹喊古拉，小米酒也拿出来，一切都准备好，现在就要来唱歌。大家晚安，我是阿怒，谢谢大家。好吃的东西有哈卡布丁、迪沙西、迪沙沙拉跟巴布伊哈都喝拉包，西边的哈拉达古拉、黑苏俄的大便、成人的跟老汉古拉。小米酒也拿出来，一切都准备好，现在就要来唱歌，嗨呀嗨呀，东海岸的阿美族，我是阿怒，再见，晚安。
很老套的。好了，Uncle。但是我们要唱什么歌呢？要变唱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了，就带来这一首那个原住民的歌谣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